玩的恒春半岛，落山峰依旧强劲。我从哭泣湖骑往高氏部落，一路下坡就来到了旭海。终于来到了台199线了，梦幻中传说中中间的一个中途站，也就是呢，很多喜欢骑那个自行车的朋友们会休息的地方，也就是传说中的潘朵拉，这边就是旭海。那既然是自行车的休息站，我也休息一下了。哇，太累了。哎呦，本想坐下来喝杯饮料，享受一下恒春半岛的夜晚。结果碰上旭海的小朋友们刚好在潘朵拉驿站写作业，结果我进去之后他们作业不写了，反而都是我在写作业啦。在写作业哦。你在写作业没错。对，今天在写作业。